欢迎收听飞碟电台优酷 Sports Show， 我是黄丹妮。今天要访问的来宾呢，就是台湾女子冰球队的总教练尹安中先生，尹教练来节目当中。冰球它是一个 team sport， 它是一次有这么多人在场上，对，不可能一个人改变全部的一个比赛，我需要很多的传球，对，跟射门是互相配合的事情，不像篮球，我只要有个 LeBron James， 对啊，就可以冲来冲去，飞来飞去，没人守得住，没错。可是 Hockey 很难有这种角色，你会被人家撞到墙边，你就不会抖啊，对，这样对，他非常的需要一个团队合作，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很着迷的一个点，因为你在场上，对，你互相配合的这个点，一起共患难、共生死，一些好友，对，就产生了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锁定优福 Sport Show。